长、市长、李秘书长、各位议员、市府各单位主管、各媒体小姐先生、本会同仁，大家早。现在出席打法定人数，恭请以上主持。林市长、李秘书长、本会叶秘书长以及各位议员同仁，还有市府各单位的主管、各位新闻媒体好朋友们，大家早。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报告事项。那么我们现在请交理处，我们李处长起来报告。李长好，那各位议座好。那针对这个捷运政策的再报告案哈，那因为之前在一次会议哈有做过相关说明哈，所以第一点、第二点经费执行啊，第三点的办理情形哈，那请各位议座哈参阅哈。那主要的最新的办理情形哈是在第二页的那个办理情形的第五点哈。那这个案子哈，我们之前是依照102年那议会的决议哈，那委托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哈去办理相关的采购还有执行哈。那到目前为止哈，它分别在104年的11月11号、27号，那还有105年的4月26号哈，那去做招标动作，那都没有厂商投标导致流标哈。那另外在召开相关的那个检讨会议以后，那在上个月哈，那105年的10月4号哈，也在做开标的动作，那也是没有厂商投标哈，那导致第四次的流标哈。那这个案子哈，后续我们执行的方向哈，那跟各位议座报告，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做这个捷运系统的那个整个可行性分析的时候哈，那交通部为了要审议地方主管机关，他提出了这个整个大众捷运的这个系统的建设，还有它周边的土地开发。那他会考量你相关的都市发展，还有大众运输系统的整合，好，那并结合沿线都市更新，还有土地开发的效益这些因素哈，来去做申请计划的审议依据哈。因为整个捷运系统不是只有票箱的收入，他还要看一些相关的土地开发哈，还有一些都市更新，才会让这个案子可行哈。所以他审核会比较严谨哈，所以有相关的这些项目好需要提送。那一般来讲，它会分成几个阶段哈。第一个就是可行性研究，那可行性研究通过以后，才会给你到进到综合规划，综合规划过了才会给你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哈。那可行性研究的这个部分评估的阶段哈，它要求的执行的项目有这几项哈，包括整个路廊的运距的竞合的关系，还有改善方案，然后还有路线场站的这个规划初步的评估分析，还有土地开发的初步评估分析。还有财务分析专章，那另外就是公共运输系统的整合，好，初步规划，那风险分析专章，还有地方承诺事项。那在这个可行性评估阶段的话，一般来讲都是做初步的评估分析，好，那初步评估分析。那到下一个阶段的话，就是综合规划阶段，好，执行的项目哈，就包括就比较完整的哈。那包括第一个就是大众捷运法第12条所规定的规划报告。它一共有11大项，包括有一些运量分析预测，工程标准技术可行性、经济效益评估等等，一共有11大项。那第二个就是配合计划的这整个都市计划的变更的书图，它也要求要提供。那第三个是土地开发计划，第四个财务评估专章，第五个公共运输系统整合计划，那第六个是营运永续计划书，第七风险评估专章，第八是地方政府承诺事项。可以看出哈，在综合规划其实是在是应该可行性评估的近一阶段哈，就是它是比较完整的哈，那才可以完成整个综合规划。如果这个到整个很完整的，那交通部也认为可以了，行政院才会核定整个计划，才可以进到后续的那个环境影响评估还有工程设计阶段。那这个案子哈，事实上是在103年哈，那是台北捷运工程局哈，他评估这个整个经费哈，依照他们往例来讲的话，只需要650万，好，所以他当初正式新闻给我们是650万，那可以执行相关的执行这个可行性的评估工作项目。但是哈，这两年来哈，交通部审查的条件，逐渐的严格哈，可能是，
相关的那个条件哈，他认为综合规划里面的一些项目要提前到可行性评估阶段，好，就要进行。所以这个案子哈，如果仍然是650万的话，那厂商来投标的意愿哈就会比较低哈。那事实上在这四次投标的时候，那第一次投标和第二次投标是因为没有厂商进来哈。那事实上在第二次厂商没有进来的时候，那捷运工程局就有进行相关的那个投标文件的那个去检讨哈，那为什么厂商没有来投标？那所以第三次投标的时候，他的投标的条件就有修改了哈。事实上，他把包括我们当初有要求他，就说哎，这个除了到百福社区以外，我们是不是预留到基隆的这个可行扩充的范围？那第二个是中央的那个审议的那个阶段哈，由3年缩减为2年，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可行性研究是要审3年左右，3年以上哈，所以我们是定3年。但是第二次流标以后，我们也参考了厂商的意见哈，捷运工程局那边就建议修改为2年哈，那所以修改了那个招标契约。但事实上到第三次的时候，还是就是修改又到应该是第二次哈，修改又到第三次还是流标，所以第三次修改流标以后，我们又把它相关中央审议的这个期间哈，原来3年减为2年的，干脆就是2年就拿掉了，好，就是说中央审议的阶段，那厂商就是如果要答复的时候，那个时候再用后续扩充条款哈。那因为厂商认为这个东西还不足以因应综合规划提前到前面一个阶段哈，所以第四次的时候还是一样流标哈。所以这个案子哈，到目前为止的话，就是当初检台北捷运局哈，他评估只要650万，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一点低估哈。那所以我们后续哈，我们可能会再函请这个交通部，是不是有办法再协助补助了哈？那之前的话，交通部是说同一个计划原则上他只补助一次哈。那这个后续我们来努力看看。那另外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台北捷运局那边哈去会同他，是不是有一些招标的条件在限缩，好，那让增加那个厂商投标的意愿。但是这个如果再限缩，前提是要可行性评估阶段要交通部要接受哈，那不然我们限缩太多的话，送出去的可行性评估对交通部来讲的话，它审查这个就不完整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后续会跟台北捷运局还有新北市政府哈，那共同讨论来修正相关的内容，来增加厂商的投标意愿。以上。好，我们议员同仁针对我们交旅处处长报告，我们吕美玲吕议员、张等辉议员，请做准备。主席、师傅团队，大家好。我刚才听到这个你刚处长的报告，我觉得你是把我们当成同仁呢，还是说我们要跟你一起去做、一起去执行？你给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你说申请计划依据这些，实际上这些是你们要知道的，你不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知道的是，第一个，我们现在的市政府有没有有心想要做捷运？好，要不要做？你告诉我们 ，yes or no。第二个，路线，你们 prefer 是哪一条？对不对？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好，它需要多少的经费？第四个，这些经费的话要分几年来编列预算？第五个，要用什么样，我们议会要怎么样来协助我们大家共同，然后预计在几年以后我们的捷运可行？你都没有告诉我们，你告诉我们你们要做的事情，你们应该做的事情，内部要做的，跟你上面，你跟中央去协调的事情，而且那个是很琐碎的，这个我们不需要知道啊。我们不是事务官，我们不是专业技术幕僚，你告诉我们这些，而且你是从交通部出来的，你应该知道我们的重点在哪里，你应该来协助整个市政团队要做好整个预算的编列或者计划书的编写，这才对呀。你今天告诉我们现在拉拉扎扎的，你是叫我们去帮你去讲吗？叫我们帮你做这些吗？要我们再去跟中央 argue 吗？这不对吧？
今天林市长要你下来是因为你从中央要下来，你所以你这些都知道，所以你这些都应该要能够去预先预防，应该要马上就要做到了。你现在告诉我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到最后全部一事无成，那有什么好来报告的？而且你没有给我们一点希望啊，因为你连评估650万不够，你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要你来这边做报告的话，有跟没有一样，而且还更复杂，好像一切都是我们的错。我们要的东西都没有啊，你要这个些东西，如果这样的话，那当初一直讲的那个路线不是更好吗？你也知道我们市长跟那个柯P很好，可是呢柯P一直在打脸我们，一直说捷运延伸到基隆是不可行的，对不对？然后呢网络上大家也都在消遣我们，现在呢连媒体台北的媒体都说，哎呀你那民生系子线开工是假的，连柯P自己也这样说哦。然后呢甚至呢因为这样子所有的网络所有的人都说，哎你们基隆有钱柜吗？你们基隆有麦当劳吗？你们基隆回家是不是要搭船？甚至有人讲说，哎啊基隆不是属于台北吗？对不对？很多啊，还说是新北市的基隆县，然后说要去基隆看天灯，然后喜欢基隆的九份，然后呢基隆好远哦，对不对？然后呢还觉得说啊基隆有仙洞太白砖 龙门谷四角亭，觉得好武侠哦，把我们基隆当什么？柯P更是打脸我们的市长，说如果能够公路解决就公路解决，不要老是想着要捷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个跟柯P很好，一个是从交通部来的，两手一摊就让人家这样的消遣，这些东西都是报纸上查得到的，我刚才念的东西哦，在网络上都查得到的哦，大家不用讲说我是乱讲哦，这个是列印下来的哦。而且台北哦，这个捷运延伸到基隆捷运局重生不可能，捷运局重生是不可能。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真的很想知道啊，等一下市长应该告诉我们，第一个捷运延伸到基隆到底可以不可以，你想不想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快要两年了，这一年多来研究的结果到底是要哪一条路线延伸到基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编列预算？一年多来，差不多两年了嘛，哦，你也从中央找了高手下来，大概从这个延伸到基隆，从台北延伸到基隆好了，不管你什么县，汐止县啊、民生县，哪一条线？哦，你 prefer 哪一条线嘛？那大概需要多少的经费编列？哦，然后呢，这经费编列，你每一年你怎么样去编？哦，你可能跟中央要到多少？因为我们现在中央地方一条心嘛，对不对？你又那么的中党哦，有没有爱国不知道，但是至少是中党的，你可以跟中央要到多少的经费预算？哦，这是几年可以编列？然后我们预计几年基隆它有捷运可以做？只要告诉我们这些就好了。我们希望不要就如同以前有人批评的哦，一直拿捷运当幌子。那如果说不能做了，就明明白白告诉基隆市的老百姓，不要让大家有一个期待，结果落空再落空。这是我的建议，谢谢。谢谢我们吕美玲的建议。我们现在请张耿辉张议员、陈东才议员，请做准备。谢谢主席啊。我想谈到这个捷运啊这个问题啊，当然本席啊，因为很多同仁都跟我都一样啊，
世界的91年开始，也当作当议员，包括我们议长也是一样同行。这个案子已经从2000年，我问了我们大师兄啊，人家从2000年就开始谈了，但谈到这么现在，我们也感到越谈越迷糊啊。第一点，他说市长你要很明确的告诉所有基隆市的市民，到底捷运延伸至基隆的案子，中央有没有正式的公文要核定做？一定要明明白白的告诉基隆市民，不要再浪费我们议会上面开会。有，当然啦，要继续去争取。假设应该，我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不然又一直报告。每次大会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要列入顺序报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我们同仁也讲得很对，处长，你应该是报告你现在我们基隆市的准备情形啊。举例你刚才所报告的，这评估的很多啊，包括土地啊，整个都更啊，整个土地重划啊，包括开发啊、规划啊、交通啊，你要通通的报告清楚。你在报告事项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啊，可行性评估啊，还有综合阶段的评估等等啊，到底我们市政府准备的这几项有没有合乎规定？你应该提出来，有知爱难行的地方，待解决甚至于中央解决的地方，你要提出来啊！你应该是报告这啊，你不要条列式，我们也看得懂啊。问题本会当然是要了解，你到底起政务，包括我们都发处，你也一样啊。没有产值，谁来投资啊？我问你啊，对不对？你一定要规划有产值，我们讲多久的？前基隆市民也期待多久的？问题咱家人有在准备这不？现在已经16年了，我们当时谈到现在，王宝山是18年了，还有2年了。你到底这个案子，市长，因为你现在是当红的红子鸡啊，炸子鸡啊，上面中央关系也很好啊，我们想一想，淡水跟我们两个比较好了。淡水一个邓慧先生在那边搞了当初捷运进去多少人，人口才多少，现在一个单镇计划把所有捷运也有，轻轨也有，我们什么都没有啊。基隆市先天条件的不足，通勤族，整个基隆港本来是引以为傲，被人家牺牲以后，9万人要靠通勤。一定好，我们跟其他的县市捷运会恭喜在撩起也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土地受限嘛，至少没有捷运你也要争取一条轻轨吧。市长，本席相信你的能力，你就可以把你自己要做的事情都在几年通通有办法把它完成。我也希望你有这个魄力，需要基隆市民需要什么的要赶快争取，然后也希望你明白的告诉本位同仁，到底捷运中央有没有核定，还有中央的首长，包括我们地方的首长，你们的态度是怎么样，要明明白白的告诉基隆市民，不要让我们，若是没有的话，不要让我们这边空妄想，也不要浪费议会的时间。以上是本席的建议。好，谢谢我们张委会宝贵意见，我们现在请陈东才陈议员、庄荣清议员，请做准备。谢谢议长啊、哦。我想这个台北捷运延伸到基隆，这个是大家的梦想啊、哦。那么我记得我在14届到议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1996吧，李进勇当基隆市市长的时候，他就提出规划。从头到现在将近20年，我要请问我们交旅处的处长，民生汐止线现在定案了没有？这个等一下你回答一下。大家想一想，
说捷运延汐止延伸到基隆来，那么民生汐止线做了没有？那民生汐止线没有做，你就现在就做规划是没有错啦。我不是说反对规划，但是问题是中央啊，是历台北市的历任几任的市长，从陈水扁市长四年，马英九市长八年，郝龙斌市长八年，各位，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基隆市市长1996年的5月6号普选呐、啊、的文宣呐、啊，这张文宣啊，我拢甲捡起，我逐工咧忙咧，拢囥喺我的这枕头下骹，啊摸着，逐工想，马英九力挺，郝龙斌背书。蒋孝严称赞，易木明推荐的三号张通龙。张通龙当选基隆市长，保证台北捷运延伸至基隆。我请各位，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实现？历任拖了20年了，20年到现在，民生汐止线连定案都没有，环评都没有过。你说要交那什么，从汐止延伸到基隆就好，其他人是用接驳公车就好了，那个像什么话？至少你那狂转线要把它连接起来，才像捷运嘛，对不对？总之就无嘛个为家人接到南港，唔再通，对不？是不是安尼？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基隆市的市民是梦想，大家想无唔对，但是我请问各位，我们马英九先生也当了8年的总统，陈水扁当了8年的总统，都有讲，他有没有去做？我刚刚讲了，做干单的逻辑嘛，民生汐止线定案了没有嘛？假如说民生汐止线不定案不做，那是不是要从南港过来？这个要一个答案嘛？至少我们在议会谈才有用吗？对不对？刚刚我们李议员也讲啊，这个台北市市长柯P，其实台北市的捷运要不要做，都是关键在台北市的市长啦。我讲个简单就是安尼啦，大家都不要推卸责任了，大家都有责任。我们不要袒护谁，大家都有责任，都有责任。所以我是讲哦，希望市政府爱甲中央也好，台北市市政府也好，紧定案，民生汐止线到底要不要做？不要做就说民生汐止线不要做，我就直接从南港过来，安尼较紧啦，安尼家人的房才有法落完成啦。哦，我拜托咱市政府哦。大家团队，大家共同来拍拼，好、哦，多谢，谢谢。好，谢谢我们陈总裁宝贵的意见。然后我们现在请庄荣清议员、蓝敏煌议员，请做准备。谢谢主席。我想对于台北捷运延伸到基隆，我想在议会也谈了16年，而且这个最始终最开始在谈捷运延伸到基隆，是陈水扁选总统的时候。到基隆开的政见支票，那本席一直强调，市政也好，国政也好，只要是重大的，只要是对民众有帮助的，绝对是延续的。所以是从2000年陈水扁选总统到马英九，到现在的蔡英文总统，我想大家都有责任啊。从这个捷运延伸到基隆的这个议题一开始。让我们基隆市的民众，让议会都很高度的来关切、来支持，希望说台北、新北都有捷运，希望未来我们基隆也有捷运能够延伸到基隆来。而且据台铁它的报告，我们基隆火车站它已经是三铁，已经预留三铁共构，是台铁，然后这个捷运还有轻轨，它已经有三铁共构。那我本席一直觉得问题不在台北，
问题不在科批，问题不在新北，问题在中央，问题在交通部，问题在中央的这些高官。他如果觉得捷运延伸到基隆是对的，他就应该要来支持。我想是中央的态度最重要。我们基隆，我想基隆市政府、基隆市议会长期以来对捷运延伸到基隆，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我想都要求赶快这个要求这个中央捷运延伸到基隆能够来定案。那结果到目前为止还是在原地踏步。我想对中央对基隆，我想真的非常漠视，不管是国民党，不管是民进党，我想都非常漠视。啊，我一直强调，从这个捷运这个淡水线，它只有5万多个人口，就它就可以盖捷运。那我们基隆有30几万的，为什么不能盖？为什么不能盖？对不对？所以当初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交通部长对基隆非常不友善，所以本席提出将我们这个交通部长列为基隆不受欢迎人物。啊，我想在基隆，我希望说我们基隆市政府跟基隆议会大家不分党派密切配合，希望中央对于捷运延伸到基隆，希望能够来支持。我想每天往往台北的这些通勤族，如果有一条这个捷运，我想让我们基隆市民或是新北、台北市民有更多的选择，能够到基隆或是我们到台北、到新北。我想对于我们交通运输的便利，我想让民众能够往返时间可以来节省，而且可以带动第二方的发展，而且可以应该可以增加很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在这边我希望说我们基隆市政府能够还是能够要积极的向中央向交通部来要求也好，来拜托也好，希望说能够捷运延伸到基隆能够定案，不管是民生汐止线或是板南线。我想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专家，我们希望说哪一条比较适合这个捷运能够通到基隆，我们就支持嘛。哦，所以以上在希望我们这个基隆市政府，希望我们林市长能够继续努力向中央来争取，希望很早日能够听到捷运延伸到基隆能够定案。谢谢。好，谢谢我们庄议员宝贵的意见。我们想请蓝敏煌蓝议员，那个曾纪仁议员，请做准备。谢谢主席啊，我想听完我们报告啊，林市长，就这个报告内容啊，我要给你一个建议，处长啊，要么不认真，要么就能力不够。捷运延伸到基隆的可行性评估，咱家人是争取可行性评估。照你讲，这个物件是家人市政府来评估的话，可是我们却决议啊，交给台北捷运局，这个都已经定案了。处长，你的报告有报告，跟他无报告，我给你打0分。我若市长，我可能给你换掉。你在报告什么？你要么不认真，不专业。我告诉你最新的进度，大家都很关心。我亲自向台北捷运局工程处洽询，跟交通部洽询，跟台北市议会洽询。中央的部分，民生汐止线已经定案了，全线核定，分期新建，很清楚。好。民生汐止线啊，依规定要先完成2次的这个环评，然后啊办理都市计划变更，才能顺中央去审议。那这个部分，台北捷运局目前只完成1期，2期到现在啊还没有完成，他们预计啊明年再被办了。所以说民生汐止线台北的部分啊，台北捷运局啊，就渎职啊，我认为渎职啊。环评到现在都还没过，中央怎么通过？中央已经要做了，程序是你台北捷运局要把这个环评做出来，都市计划变更都通过了，才能送到中央嘛。啊，中央一定准啊！啊，你这部没做，中央没那准，不要再骂中央啊，对不对？问题出在台北捷运局，台北市议会很简单。王孝伟啊，这个市议员啊，
在质询的时候，他就直批啊，台北捷运局摆烂。